那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就是说那个如果没有结果，那怎么办？所以特别注意哦，我这边是自己想一个方法，就是说如果查无结果，比如说像什么，我们今天假如我输入一个叫什么，哎，小陈好了，应该没有这个人，但是他怎么样呢？会不会有错误呢？应该也会查，而且也会跑，然后呢，会不会有结果？哎，也没有错误，但是会有一个小陈，他就这样子。这样不对吧？哈，哎，没有东西啊，你干嘛多一个这个？那我切过来，等于是我浪费时间。所以最好的策略是什么呢？如果它里面呢，假如说没有东西，那就应该不要让它产生。可是问题要怎么知道它里面没有笔数？那我就想一个方法，如果像刚刚哦，比如说那个打一个小乘，那当然你会发现哦，我的想法是这样，就是这边的话呢，筛选，假如说它里面没有小成，那它会怎么样呢？哈，我想了一个方法，就是因为它没有一个属性叫做那个什么啊，比如说 recall count，就是总共有几笔的这种属性，那我就自然不知道它查询结果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我就想一招，比如说游标放 A1，假如你是有东西的，你 Ctrl 向下就会停在那一笔，但是如果没有，它会停在1048576。啊，所以我用这样的方式啦。当然，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啊，可能再提供给我参考。啊，如果说你今天呢是以没有查没有资料啊，但是如果像我们刚刚是查有资料，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是查小咪好了，你游标放 A1 哈，Ctrl 向下，它会停在它的那个最下面一笔。好，所以就是利用类似的方法。那怎么样去叙述啊？所以接下来一样。第一个呢，你一定要经过查询，所以经过查询的话，一定要写在哪里呢？写在筛选完之后的下一行，你不能写在防呆一、防呆二，你不能说写在这里，因为它根本都还没查，你怎么去做检查？所以在这边啊，做什么呢？哎，防呆三，如果查无资料，所以我这边哈无结果好了，假设这样子，那程式的叙述的话呢，哈，就是在这边哎查无就啊一样嘛哈，if 就好了。不用跑回圈。如果呢，哎，假设查完的结果 range，如果我游标一定是放 A1 哦，你不能放 A2 哈，因为只会是一个栏名。向下追踪点 end 的最下面一列，哈，假如说点 row，它回来的值哈，等于呢1048576啊，这个值你也不用背了，因为你 Ctrl 向下应该就可以找到。Then 哈，end if 啊，做什么处置呢？就是里面哈，我们这边的话呢，就是做什么呢？游标第一个哈，哎，里面是没资料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做什么处置呢？当然就跟他讲说，哎，查无结果，并且呢，记得那个什么呢？要注意一件事情，这个 select 哈。这个，因为呢，如果没有结果的话，你一定要怎么样，让它恢复正常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再让它离开程式，exit sub 不就好了？OK 哈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是哎，如果查没结果，那我就恢复了，并且让它离开。不过，但如果你比较贴心的部分的话，你可以什么，再加一个讯息方啊，message box 啊，比如说呢，message 哦，你也许可以跟他讲说啊，box。查无结果之类的，好，让他知道一下这样，哎，查无结果，，OK，好，惊叹号一下，啊，当然如果你要再给他警告一点的话，就是逗点有没有，后面有小 icon 有没有？OK，那，critical 好了，这个好，这样的话试一下哦。1048576，好，所以呢，刚刚我查这设置用的两小程好了，哎，它还是会查啊，现在会不会呢？试一下，所以接下来的话呢，一样哦，我把这个查，然后呢，输入一个 x 好了，随便哈，不一定要小程，按确定。好，这个时候的话呢，没有嘛哈，所以它会怎么样？向下追踪，是不是1048576？哎，是了，对不对哈？所以进到里面，跳一个讯息方块。好，查无结果啊，critical 就是叉叉，好，找不到，好啊，其实如果没有 VB critical 是没有这个啦，哈，差别就是在这里。
然后呢，取消筛选，恢复了，因为没有，之前我忘了啦，所以每次一它就停在那边，怪怪的，所以我就再补一行，这样 OK，然后 it is sub 跳离就 OK 了，所以这个是解决什么？如果查没结果的时候，那我就不要再产生一个没有用的小程或者什么小小零之类的，那就没有意义了。好，OK，那这个部分的话，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，就是如果查无结果的话，该怎么处置？那待会的话呢，这个讲完之后啦，所以这边写的都差不多，所以你会发现写来写去程式大概就是这样啦，是程式尽量撰写，我尽量你们也不要抢记啦，因为你硬背的东西你是记不了多久了，最好是很直觉的，你就是尽量的能够很直觉的很白话的，你就可以跟他互动，那这样以后就很自然就可以写出来，所以很多东西我都是不是用背的，不然用背的真的太辛苦了，背不完的东西，那脑袋里面哪有那么大的空间记这么多东西？那不过呢，另外还有一招，有同学说，老师，那防呆一、防呆二、防呆要写这么多，有没有更好的方法？可不可以什么都不要写？那他就防呆了，其实是有的啦，其实一般呢，如果说你要防止错误啦，其实应该叫书上是写。防止错误发生的话，那我叫防，我习惯叫防呆了哦。每个人讲法不一样，像我们刚刚这个防呆一、防呆二假如说我这边呢都不要，比如说我防呆一、防呆二、防呆三，我全部都把它注解掉。其实我只要加一行程式就可以了，叫 on air 就是如果发生错误的，然后呢就是打一个 resume 就是让它呢继续往下走吧，就意思说什么事都不要让我知道我错误了。这一行意思就是说呢，如果有 bug 的话，它不会停住。像之前我们会卡在那个黄色的地方，如果你加了这一行之后的话，它就会还是继续跑。然后呢，它什么事情就是反正那一行就跳过了。所以如果我们刚刚筛选，假如说我什么事都没做，对不对？按确定刚刚会卡在那个，就是X 那里吧，重新命名那里。但是现在会怎么样呢？按个确定，它一样会跑，可是会多一个这个啦。但是它就是怎么样，不会有错误讯息。这样子写不就更简单？只是说多一个那个，但只是说你可能要手动删掉，但是呢，程式还是会可以过得去。那还有就是说，如果他输入什么一个 x 好，假设这样，按确定，刚理论上应，也会产生一个，对，好，这是第一招就是可以让你的程式变成无敌的状态，意思是说它永远不会发生错，就有点像你可能身体发生很大的毛病，那有的人就吃一些什么吗啡之类的，或者吃一些那你身体就有状况就不会警告你，这是第一个 on air resonance，但是有些同学是说，老师，那我可不可以有一些方法，就是可以让他跳到哪个地方，让我知道什么讯息哦？所以另外一个叫 on air，可以配合刚刚的 go to 叙述，go to，比如说 ER 之类的，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取。那以后的话，你可以怎么样，让他在下面呢？你可以做一个什么？一个标签就是 ERR 的位置，然后后面的话你就去处置那个错误讯息啊，比如说可能可以让它什么 auto filter 可以让它怎样，再让它跑一下这个，或者是说你干脆把这个 ERR 放在哪里呢？取消筛选的这里好了，有没有？然后它可以怎么样？可以，因为可能怕说他们忘了取消筛选，或者忘了那放在这里好了，第七这里。诸如此类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担心说他跑错了，但是他没有切回到原来的工作表，或者忘了取消筛选的话，那你可以用什么 on air go to 那个位置去做错误处置啦。所以这个是做错误处置，是说如果你有什么状况，那你去哪边做后续的处置？那如果说你很偷懒的话，你就 on air resonance，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工程师很喜欢用
on-air realness， 因为以前我们写完程式啊，也都会在每一个程式的前面加这一行叙述。这样的好处就是 user 就不会再一直找你了，啊，因为有错的话他也会一直跑，但他 user 只是会觉得怪怪的，好像有哪里不对劲，但是他也说不上来。好，但是这种有点像真的就是有点是吃那个吗啡、吃毒品一样，因为呢身体发现错误，但是他不会警告。也就是说，以后如果你跑程式哦，资料它可能里面会有问题，但是它也不会跳出讯息，那就很有状况了。比如说你多一笔，但是它另外一个地方没有存到，它还是一样继续跑，变两边资料会不同步啦，好，会有这种问题发生。啊，以后会变资料越久，问题越大，好，所以呢，写那种刚刚讲那个 on air 哈 ，resume 哈 ，next 这个可能要三思，因为呢，这个是一个不定时炸弹。但是很多我知道很多公司那个工程师最喜欢用这个，好，啊，用这个之后的话，一直会有问题，然后变成等他发现问题，有点像之后的事情了，所以他可能到一段时间，他就会离职换一家公司了。然后后面接他的人呢，看到这个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办。然后也许呢，他又用同样的招，反正先改回来一点点，等到那个未爆弹还没爆炸之前，他还在。如果等到快爆炸之前呢，赶快又离职，又后面人接手。好，所以你会发现啊，很多工程师就是会一直会有这恶性循环，没有一劳永逸啦。所以这边提供一个参考，如果发生错误的话，当然尽量还是不要这样处置啦。不过如果你避免就是 user 常常来吵你的话，这也是一种一招了。好，OK 了，画面先还给各位哈，试一下。所以防呆是比较一劳，就是说呢比较一劳永逸的方法了。而且如果说你实在想不到还有更好的防呆机制的话哦，不然就是用 on air go to 一个 air 的标签，让它去做哪些可能的那种错误处置哦。